歡迎收睇 CPTV 嘅國情講情，繼續有我同埋鄭教授喺呢度。嗱，今呢一排啦嚇，就呢一個中國解放軍咧，就正式開始承認咧，佢哋改建緊一艘前嚇俄羅斯嘅航空母艦。咁咧就唔係做呢一個嚇所謂之前所講嘅咧一個即係驅逐艦又好，巡洋艦好嘅用途，真係踏入咗進行呢一個航空母艦嘅嚇計劃啦，咁樣咁啊，但係同時間咧，哇喺南海啊繼續緊張啊，大家就喺度諗啊，你會唔會嚇真係擺落去咧夠膽咁樣？即係嗱，我一般相信咧，2012到2014呢幾年咧。中國起碼有兩隻航母艦落水啦，一隻就係、是、即係前蘇聯而家跟住就喺烏克蘭買翻嚟嘅阿良格號啦。咁另外一隻就係自己起嘅，呢、這個都係好典型嘅中國所謂兩條腿走路。你見佢喺核電站都係㗎，喺、高鐵都係。咁、你有個秦山嘅咁啊自己整嘅，有個大亞灣咧。咁就係由法國技術，又即係英國嘅發電技術啊，咁嚇美國啊呢、這個法國、加拿大嘅核電技術，英國嘅啊其他嘅嚇、發電嘅技術嚇，同埋呢個動力嘅技術啊，咁都係即係摸索啦嚇、自己又去試下做，然之後咧又去學人哋咁慢慢做，咁都係一個典型嘅做法。咁而大家都知道咧，今時今日咧，即係美國嘅衛星咧。就嘅技術好高超啦，即係你真係唔係點呃得人？當你嗰個航母艦砌下砌下就嚟要落水嘅時候，人人都見到你有隻咁嘅嘢㗎啦嚇。咁、你通常航母艦即係一隻大嘅戰艦，你都要嗱先落水試行下咁啊，行得幾行都得喎，咁先所謂正式服役啊咁。咁你有一個艦，你自然亦都要試下啊嗰啲垂直升降啲戰鬥機得唔得啊咁嚇咁。或者導彈啊。咁人人都睇住你咁，因為而家真係冇乜秘密嘅嚇，啲衛星睇住曬。咁所以你不如話俾人聽啦嚇嚇。咁、我係啊，我做緊㗎啦咁。咁而且咧。即係呢兩隻咧，就似乎大家都睇得幾通噶啦嚇，即係外國嗰啲有關報道都有齊噶啦嚇，亦都係喺船廠影埋相啊，咁都知道係呢兩隻。不過咧，就仲有種種嘅猜測咧，就係話喺即係呢十年，即係中國仲會有幾多隻咧？咁有啲又話六隻，有啲又話八隻，咁有啲就會學得你所講嗰種啦，即係重巡洋艦，有艦載飛機若干隻咁，諸如此類。咁呢個的確咧係令到咧係東南亞國家鄰近嘅國家，包括日本咧係幾緊張嘅。尤其是日本咧，即係雖然話啦嚇，佢嗰啲咁嘅自衛隊，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艦隻咧，最大都同航空母艦差唔多。咁但係佢都係放直升機。佢放直升機。因為自衛隊因為嚇和平條約問題啦，即係和平憲法咁就唔可以咁樣做啦，係咪先？咁啊，淨係戰機就淨係可以喺本土咁樣飛，咁即係最近可以保衛嚇佢哋本土嘅都係已經係去到嚇沖繩島咁樣。咁啊，呢一個咁嘅即係阿良格號啦嚇，依家喺大連改裝緊，咁你一出嚟就已經係嚇哇喺南韓啦、日本啦對住，真係令到嚇。附近的國家即係驚一驚先啦，咁但係尤其是即係依家個中日關係咧，就叫做好啊，冇乜即係冇乜摩擦先啦，因為即係福島彈嘢係咪先，即係都唔同你計數。落到南海，哇！喺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咁樣又講啦，我哋哇，我哋軍演啊，菲律賓有軍演啦，係咪先準備？咁之後咧。我哋要不惜一切咁樣，又係嚇保衞我哋，即係所謂西菲律賓海，即係南海啦咁樣。咁啊，即係令到成件事就好似，睇到越南都唔係，即係越南都一半半啦。即係同呢個大陸嚇傾完偈之後，都叫軟化咗少少立場。哇！阿基諾三世真係睇佢唔出喎，咁多即係又唔係近選舉啊。需唔需要擺咁強硬嘅軍威咧？咁樣即係呢個就第一個奇怪啦。咁我自己覺得，咁第二奇怪啊，真係即係大陸咁樣搞法，咁你南海咁繼續緊張。之前嗰集都講過啦，我哋睇到九東盟啊 ，OK， 即係嗰個加嗰個 model 啦，東盟加中國嗰個 model， 其實
其實真係中國想做嘅。你而家一鋪打散曬，又或者最少哦，菲律賓牽頭，係咯，咁即係嚇成個東亞嘅局勢或者東南亞嘅局勢係真係嚇、啊、有啲深不可測嘅暫時。我諗中國都好明白而家嘅形勢，特別係舊年啦，似乎都係有啲挫折嘅，即係起碼就係、是、啊。從七八十年代起，中國都希望咧銳意改善同東南亞嘅關係啊，啊建立呢個所謂啊戰略夥伴關係啊，啊甚至咧係放權讓利嚇、啊，即係咧係大家簽署一個自由貿易區嘅協議，咁亦都係讓人哋先嚇，好、啊、多啲啊貿易嘅利益咧係都作出讓步啊，嚟爭取佢哋好感。咁你冇理由幾十年的經營作出咁多讓步，希望咧係消弭東南亞嘅所謂中國威脅論嗰種心態。咁你而家的確人哋越嚟越覺得咧，你係一個好重大嘅威脅咯。咁當然咧，即係東南亞國家咧，從經濟、軍事、科技等等嘅實力咧，即係絕對冇資格同中國嚇喺作軍事上嘅抗衡。其實你見到咧，即係最弱嗰個國家咧就最大聲，即係就係你講菲律賓嚇，因為菲律賓咧就最窮，軍費咧就最少，咁啊海軍嘅實力咧就最弱，亦都基本上因為佢窮啊，你見唔到佢有啲乜嘢係整頓軍備啊、買軍火嘅大措施喎。反為越南就真係最近，因為佢亦都各國家比較人多，最近經濟又好啦，咁佢都起碼落個訂單㗎，向俄羅斯買六隻嚇、基羅級嘅潛艇，又咧嚇、分兩次嚇，諗住咧買翻成二三十隻嗰啲蘇-30嘅先進嘅戰鬥機㗎，咁即係佢有落本。菲律賓反為咧就即係根本冇錢啦，咁你大家都知啦，軍火唔平噶，好貴噶嚇。咁、菲律賓咧，我覺得佢係只係國內經濟困難，咁呢啲嘢咧嚇挑動一下民族主義啊，虛張聲勢啊，保衞國土啊，咁反正都係得個講字啫。咁一般嚟講，對總統嘅形象啊，有啲好處嘅咁。咁而且咧，亦都當然啦，係希望拉住美國嚇、啊，希望美國同佢關係密切啲，俾多啲外援啦、啊。咁一般都係所謂用一種 hedging 嚇、啊，一種咧即係咧係而家唔興用咧係權力均衡呢個字眼啦、啊，即係希望用嚇、啊、一個咧平衡啊，一個拉住美國嘅做法。基本上東盟國家都係希望掹住美國嘅啫。係咯，咁呢個咁嘅即係掹美國嘅舉動啦，就令到嚇，即係可能係啊，我唔知啊，即係令到呢一個未來嘅情況咧，即係有啲奇怪啦，係咪先？即係大陸好咁講過好多次啦，即係起航母艦，又或者係想要軍事擴張，都係保住佢哋嘅經濟利益啦，其一啦。咁但係即係同時間咁，喂大佬。即係呢一班咁嘅，即係東盟國家都唔係好同你搶飯食啫，咁就我覺得即係唔需要咁樣做啊，或者即係呢一排咁樣亦都睇唔到啦，即係可能依家國內問題更加多嚇、啊，更加緊要。咁但係即係國外咁樣，你十一月都開始要 APEC 噶啦，係咪先？都多一輪嘅對談啊。咁嗰陣時，我哋亦都應該可以睇到咧，其實即係呢個咁嘅多邊嘅貿易關係咧，有冇受到嚇？即係大家嘅軍事或者領土主權緊張咧，而產生到一啲微妙嘅變化。係啊，你見到其實即係一方面咧，因為國際金融海嘯咧，對中國嚟講呢個都係一種機遇嚟嘅。第一咧，我哋都睇得見咧，舊年同埋今年嘅貿易額咧，就即係中國同呢個美國、歐盟咧嘅進展唔多嘅，當然咧都係從2008、2009嘅金融海嘯有所反彈啦，咁即係喺2010、2011嘅而家睇得見嘅嗰五六個月嘅數字都係好嘅，咁但係咧嗰個幅度就好有限，反為咧係主要咧係中國同呢個所謂金磚四五國同呢個非洲、拉丁美洲等等嘅貿易咧就進展得好快。同東盟都係如此，即係中國同東盟嘅貿易額咧，事實上咧，即係喺東盟咧就已經咧係超越咗日本。當然啦，佢都十個國家啦，不過東盟咧係超越咗日本咧，就成為中國嘅第三大貿易夥伴㗎啦嚇。
咁即係其實都唔使嘅喎，因為你即係所謂第三大咧，就係歐盟、美國、東盟、日本咁。咁所以你見到咧，即係喺經濟往來方面咧，大家其實嘅個關係咧係越嚟越深化嘅。咁呢個係好清楚，亦都係咧大家嘅所謂咧國際生產鏈咧係慢慢咧連結在一起。咁理論上咧，即係中國亦都當然咧係唔希望增加人哋嗰、那個。威脅的中國威脅論的感覺，所以你看到中國其實都幾小心，都是對於越南咧都個關係咧都係好著意去修補，大家都有很多咧高層次的外交往來咧，希望減少個摩擦。咁但係咧喺越南嚟講咧，個情況咧就其實比菲律賓咧有更深層次啲嘅困難咧。就是菲律賓同中國咧，就不嬲咧，因為菲律賓係海島嚟啊嘛，成班海島，咁同中國就冇接景嘅，咁就唔即係比較上唔覺得中國係威脅啊。越南就唔同啦，咁首先咧，佢嘅邊境已經接壤，又以前又打過仗，咁而且再以前咧，亦都受過即係喺越南嘅角度嚟講咧，就受過大陸嘅準逼啊，就中國大陸嘅威逼，亦都俾佢管咗幾百年嘅嚇，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呢幾個禮拜咧嚇，差唔多個個週末咧都有咧係越南嘅青年人咧係進行咧反中國嘅示威嚇，即係喺佢哋嚟講咧就係中國大國壓佢小國嘅。咁呢個民族主義嘅情意結咧，反為咧係比較咧係深刻啲嘅。即係菲律賓，你雖然見到佢總統嘈緊巴閉啦，即係一般菲律賓人咧。就不是怎麼覺得你中國 是對他威脅，也不是怎麼感受到、但是越南人呢，就因為他經常打過仗、也都是因為有歷史上的原因呢，對於中國蝦他、即我們中國人未必同意、但越南人就覺得你蝦他、就有很深刻的感受。尤其是說我們、話叫做我們教化或者同化啦，係咪先？附近嘅嚇，即係鄰近嘅邦國啦，咁即係叫做咁樣嘅嚇協議嘅問題。即係我哋通常都已經用以敵嚟呢個角度嚟睇嘅時候，咁可能即係越南人哋喂都係一個主權國家，都一個民族啊，係咪先？咁喂要睇你大陸面頭，咁真係即係有點嫌爽啦。尤其是過去嘅經驗都睇得出，係咪先？但是即係我又覺得大，即係無論是大陸又好啦，嚇越南、東南亞國家，其實有啲教訓是要吸取的，包括可能講緊你咁樣挑動民族情緒咧，就真係印尼嗰只噶啦，係啊，其實係真係有咁嘅危險性嘅存在。尤其是即係當你中國都唔少中國人在菲律賓啊、越南啊嗰度經商又好，甚至住嘅。可能泰北都已經有一堆、中國 的人在裏面的，其實這些這擦槍走位其實應該要知道的。是啊，即你其實呢你看到呢、菲律賓其實都很多華裔 的人物的，我們一會兒再談一下。好，休息回來我們再談。翻嚟國情講情啊！哇，上一節就講到啦，即係菲律賓其實都唔少嘅嚇、即係中國人嘅喎，咁樣包括我哋嚇、香港人最熟悉嘅即係菲律賓市長，即係馬尼拉市長林文樂啦，係咪先？係啊，即係你見到譬如話菲律賓嘅我而家都唔敢講佢係咪首富啦 ，Lucio Tan 其實就即係姓陳啦嚇，咁啊 Lucio Tan 擁有我哋熟悉嘅生力啤啊，亦都一度擁有咧係菲律賓航空公司啊等等等等咁啦，咁啊以前嘅總統啊科拉桑，咁佢話咧即係科拉桑咧即係呢個字咧 Corazon 其實咧就係、以前咧佢嘅祖先咧叫做許還哥， okay. 即係姓許嘅。咁你都知啦，有時即係你過境嗰陣時候，你讀個名，咁於是個球同你轉咗出嚟。咁即係好多中國人，即係舊時中國人賣豬仔去喺美國登陸都係噶啦，即係嗰個姓啊嗰啲名字都扭曲咗啦。咁
咁即係的確咧，啊有好多呢一類嘅書籍咧，都探索到咧，就話啊，雖然咧係即係好似喺菲律賓啊或者印尼咁嘅地方，呢啲華裔嘅公民咧，可能咧只係佔呢個當地居民人數咧，公民人數2%啊，即係喺印尼啊2-3%啊，喺菲律賓啊3-4%啊，但係好可能咧喺佢嘅股票市場就擁有嚇，即係有關資本啊。可能有些有股60%啊、70%啊，諸如此類啦。咁個影響力真係唔細嘅。即係呢個印尼嗰陣時嘅即係排華嘅經驗咧，即係話得出咧。即係如果你咁樣即係大陸政府，你咁樣挑動呢一個咁嘅即係人哋東南亞人嘅即係一個民族主義嘅神經嘅時候咧，即係無論有意無意都好啦，其實咧即係海外嘅華人到最終都係受害嘅。咁你我哋。即係中年及以上的香港居民當然都看過那齣戲叫《投奔怒海》啦。咁受迫害的越南裔的華人咧，其實就主要咧係聚居在越南啊呢、這個即係而家嘅胡志明市啊，以前的西貢啊嗰、那個提案 Cholon 嗰個區嘅。咁如果你即使今日咧去越南旅行咧，去呢、這個去到胡志明市，去到呢個區咧，你都會見到咧，哇，都係好多華人嘅廟宇啦，亦都一樣買有地方買蛋撻啊、老婆餅啊，亦都好多中文招牌啊咁嘅嚇。咁、啊、即係我哋真係要學懂咧。點樣同呢啲東南亞國家和平相處咯？真係要學懂咧點樣消除呢、這個中國威脅論咧。當然從中國角度就係、是、我遲早都要發展海關，咁我冇理由堂堂大國，即係冇一個所謂咧嚇啊遠洋艦隊咁。咁我冇理由咧嚇、啊，即係今時今日我嘅經濟命脈，即係我由中國。東南沿海一路去到馬六甲海峽，一路去到、啊、印度洋嚇，這個中東北非嚇、啊、等地呢條主要嘅經濟航線，主要嘅運石油嘅航線，我都完全冇力去防守去保衛。咁但係咧，即、就、係、是、你發展海軍，大家亦都知道，都似乎都無可避免㗎啦。咁但係點樣令人安心呢？是不是有必要下下都是人家演習一次你又演習一次你忍一忍、啊、不去演習我覺得損失不會很大、啊、即是不需要是即是人家演習一次你又立即去演習一次、啊、諸如此類呢、啊、或者呢你經常呢啲艦隊出動呢是經常經過、啊、日本的琉球群島啊即是啊，咁咧亦都係好刺激日本嘅神經嘅。係啊，即係嗱，呢種刺激咧，即係唔一定係對嚇、啊、中國嘅發展咧係有好處。咁啊，諗翻頭先點解講印尼咧，就係、是、因為呢、這、一個嚇、啊、近來啦嚇呢一個美國嘅國務卿希拉里咧就嚇、啊、亞洲之行。咁啊，除咗訪問印尼之外咧，就嚇、啊、哇，我哋好少噶啦，大佬。係啊。國務卿希拉里，即係國務卿嚟香港喎、哦，美國，你諗下，嗱，美國過去有幾多個嚇、啊，即係政要元首啊，真係嚟香港嗱，最多係眾議院嗰陣時嘅嚇、啊，民主黨議長就 Nancy Pelosi 嚇、啊、去接見呢、這、一個，即係去立法會見議員啦、啊，咁樣，咁啊再數啊，之前都克林頓啦、啊，總統啦、啊，係啦嗰陣時啦，咁再之前去亞肯色州州長都有嚟過，不過30年前啦。咁即係你諗下，嗰陣時冇咩人見佢，聽講。係啊，即係亞肯色州嚟香港揾生意咁樣，即係中部嘅州份咁樣。但係即係依好啦，諗翻起係喎嗱，由呢個嚇布殊之後就到呢個克林頓、小布殊、奧巴馬咁樣都嚇，好、啊、少話嚟香港嘅喎。以前都話 stop 啊，係咪先？依家直接去北京，頂多去埋上海，走人係咪先？咁啊，但係今次希拉里嚟到，我哋都嚇諗住 expect 都應該講啲嚇希拉里會講嘅嘢噶嘛，係咪先？即係尤其是即係講緊嚇呢排即係軍事狀況咁緊張，咁你應該都關心一下嚇啲、啊、軍事嘅外交衝突啊，透過對話啊、談判啊、解決啊，咁之後亦都嚇、啊、提一提一下人權嘅問題啊，輕輕帶過啦咁樣，可能完全冇提到。係啊，即係我諗
國務卿希拉里嚟香港都已經表示咧，係香港重要性啦。即係從美國角度嚟講，咁啊重返亞洲，所有重要國家都希望咧係表示咧係重視啊。咁所以你見到佢呢次去咧，都去咗亞洲最大嗰兩個國最大嗰幾個國家之一，印尼、印度都係大國啦。咁嚟香港咧，的確幾俾面。咁但係你見到佢咧，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咧，就係言辭好客氣咁啊，讚咗香港一輪。咁亦都咧係咧係避免任何刺激中國動作。嗱，你見到佢咧唔開記者招待會嚇，唔開記者招待會啊，即係冇意思咧，係借記者招待會講好多嘢，非常低調。咁大家亦都明白，即係作為美國國務卿咧嚇，當然要照顧一下僑民嘅情緒啦。咁所以啊，美國商會咁呢個一定啦嚇，即係香即係美國喺香港有成三四萬人啊嘛。咁亦都咧係作為一個西方國家嘅領導人之一咧啊，咁你梗要對人權都有啲表示嘅嚇，即係大家都知道，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領導人咧，而家去到中國也好等等咧，唔提人權問題咧，翻屋企咧，即係啊，你啲言論一定會鬧你噶嘛嚇，即係點解唔提人權咁？咁於是咧，即係希拉里嘅做法咧，就會係啊，我見立法會四個議員啦，即係兩個建制，兩個民主派咁，咁有所交代啦，都聽咗意見啦，都俾咗面民主派噶啦，咁啊，咁就輕輕咧就放過。咁我諗佢其實咧跟住咧去深圳見戴炳國都係一個重要嘅行程，即係我估計即係首先咧，中美之間咧，即係兩國嘅外長會談咧就唔係幾對稱嘅，因為美國國務卿你可以話喺美國嘅政府裏邊，起碼第三把交椅嘅人物嚇，有時副總統都唔係咁緊要嘅啫，佢係第二把交椅。咁但係中國外長咧就絕對唔係中國領導層之中十名之內嘅人物。咁你見到佢連政治局都唔係，係中委，只係嚇喺黨裏邊只係中委。咁你嘅地位真係差好遠啊，係咪？你廿幾個政治局你都唔係嚇。咁所以咧，即係你雖然話啊，國務卿希拉里見嚇中國外交部長嚇，咁但係戴炳國咧就高少少，即係佢係國務委員，喺而家冇一個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負責中國外交，即係好似舊時錢其琛啊、吳學謙咁嘅情況底下咧，咁戴炳國都算係咧比較較高層次啦。而且去深圳傾咧，亦都有個好處咧，就避免一啲儀節上嘅問題啦。因為你如果喺北京咧，咁中國領導層為咗表示尊敬，咁大概胡錦濤、温家寶都要出嚟見見你啊，握下手啊，傾幾句。咁淨係去深圳咧，就唔使呢啲繁文縟節啦。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咧，最近呢幾下嘅多邊外交接觸，即係話喺新加坡，通常六七月之間咧，係有一個咧係所謂 Shangri-La Dialogue， 即係話呢個由呢個英國嘅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搞嘅一個非正式嘅安全有關安全國防問題嘅對話，咁同埋跟住咧東盟嘅呢個論壇，中美之間都冇咩衝突喎，同舊年比較多言辭上針鋒相對好唔同啊！我相信咧，中國係有意咧係表示同美國友好，有意咧即係譬如恢復翻軍事間嘅交流啊，等等增加互信咧，因為中國似乎就想拆散東南亞，拉住美國呢種策略，即係美國重返亞洲，東南亞又想利用美國平衡中國，咁中國咧就會同美國改善關係，咁嚟到破壞呢一種咁嘅聯繫。另一方面咧，就喺東盟裏邊咧，就會係揀一啲同中國最 friendly 嘅、最友好嘅國家柬埔寨啦。咁於是咧温家寶去柬埔寨訪問柬埔寨總理咧，洪森咧就出嚟講就話佢唔支持咧，即係東盟咧以多邊嘅方式話揾埋美國咧去處理區內嘅問題咁，呢個當然係中國嘅立場啦。似乎咧，中國亦都用呢種咧合縱連橫嘅手法咧，嚟到抵消美國重返亞洲，拉住感受到中國威脅嘅東盟國家嗰種聯合咯。係啊，即係呢一個即係時
因為呢個時機咧，亦都睇到啦，即係美國想點啦，係咪先？即係可能好希拉里咁喺香港就講下呢、這個即係經濟進行呢個經濟活動，東亞哦帶嚟呢一個嚇、啊、人民又好，全球好啦，經濟嘅一個機遇嘅一個嚇、啊、標準咁樣。咁即係咁講嘅時候，咁都即係睇到啦，其實佢有即係嗰個言辭啊，成個言辭都講真，其實。佢都希望咧，即係可能係做東南亞國家或者亞洲國家啦，係做貿易往來嘅時候咧特別暢順啲少少。咁可能呢一方面咧就係美國有啲著數啦咁樣，即係有啲咁。即係你見到佢喺香港基本上完全冇講任何刺激中國嘅説話，因為同時間、啊、即係奧巴馬喺地圖室，係啊。咁就即係同舊年好唔同，因為舊年喺呢、這個呢段時間咧嚇，呢、啊、一類嘅會談裏邊咧，希拉里咧喺呢個東盟嘅論壇度好高調咁講咧，即係美國喺南海咧有佢嘅利益嘅，佢一樣咧有重要嘅戰略利益嘅，要保持呢個海域嘅呢、這個交通嘅順暢啊咁，佢亦都咧好樂意咧。見到咧，呢、這個南海嘅主權嘅嚇、啊，即係南沙群島啊等等嘅主權嘅糾紛咧，係透過多邊嘅機制咧嚇、啊、和平地解決。咁所謂多邊咧，即係話喂，即係我美國邊有份㗎咁嚇，咁、啊、中國急啊係嚇、啊、出嚟講話喂，你都唔係呢個區嘅國家喎冇咁多事喎、啊、咁諸如此類啊。舊年喺呢個時間咧，中美咧就比較多呢啲。啊，針鋒相對嘅説話，咁但係今年咧，似乎頭先講咧喺呢個 Shangri-La 大樂啊、啊東盟地區論壇啊，以至希拉里訪港啊，我哋都見唔到任何咧美方向中國啊施壓嘅言論啦、啊。咁似乎咧係中國喺即係舒緩美國針對中國嘅政策方面咧，有一少少嘅成果啦。亦都可能因為錢嘅問題啦，係啊，咁可能咧就係、是、朝鮮半島嘅局勢，亦都可能有少少轉機啦、啊、因為我哋見到北韓嘅第一副外長咧都去美國訪問喎，咁啊咁通常表示都有少少進展啦。咁就國情講情去到呢度，我哋下一集再見。